旅游会的东西呢？对，它这上头写6月1到6月9就是这个展，这个展。哎，但是它是不是那个？没有，它是个香港的车，所以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？仿车可能不让进。对，它这可，人家可能就反正就不会那么那个什么嘛，可能有些要求啊什么之类的，让他填个表报备一下或者什么之类的，他在那弄，进不来。车都没有车牌儿。靠左行驶，然后马上左转。嗯，对，比亚迪，这就是比亚迪，说比亚迪花了1亿的小目标造这个展馆。没事，您差不多啊，对对对对，放下就行了，谢谢。